会不会退出国民党？我为什么要退出国民党？我遵从我们党主席的指示，是换绿联盟，换绿联盟在野人数拢加一至二百，来下架民进党。我是安怎会退出国民党？全力支持下架民进党，我遵从我们朱立伦主席的指示，他多次宣示结合在野联盟，结合非绿联盟下架民进党，这是大家的一个最大公约数，几乎有65%的民众要求下架民进党，所以郭董才决定来成立一个主流民意的大联盟，这60%叫做主流民意，大家要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些60%的民意都能够结合来下架民进党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宗旨。他有支持独立参选吗？他要不要独立参选，我唔知啊。所以为支持金门啊，迄个我嘛唔知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嘿啊。哦，所以把大家报告到这哈，谢谢，你好，谢谢。你讲，那你会考虑退出国民党这个部分吗？啊，会不会退出国民党？我为什么要退出国民党？嗯，我刚刚讲，我遵从我们党主席的指示，是，换绿联盟，换绿联盟在野人数拢加一至二百，来下架民进党，这是我们主席一再宣示的。了解。我是安怎会退出国民党？啊，对不？所以你就安怎讲？你见国民党这样，刚刚讲吼，这安尼支持的也无办法，会有一寡清楚嘞。你过了刚才是你最好的就选择。我现在讲的就是，这是主席一再宣示里面都清楚嘛。最后要怎么，我都唔知呀，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段，我嘛唔知啊，要安怎卡了？哦，对不？到时间到，大家把那个报告啦，吼，好不？